国家卫健委通报，6月24日0到24时，31个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53例，其中境外输入病例46例，本土病例7例，广东5例，北京2例。含一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，在广东无新增死亡病例，无新增疑似病例。31个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98例，其中境外输入83例，本土15例，辽宁8例，广东2例，广西2例，云南2例，吉林1例。6月24日0到24时，上海无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。